现在你要这样旁边，现在你要这样蹲前面。好了，你要侧蹲啊。你要这样啊，吉他第五的开头，吉他拿到这里了。好，准备来了。Vicky， 你也玩得太嗨了吧！竟然直击咱们黑人老大的胯下，真是惨不忍睹哦。整个90分脸到了最后一个，搞垮100分呢、啊，唱出100分，没有，我安可吗？我真的发生过这种事情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，然后呢，就要很忍住痛啊，继续下台应该翻脸的吧？不会、啊，因为他不是故意的，这整个捅到，哇，刚刚很危险，还有在，两好三坏，一个头一个内脚啊。哎，真的不错啦，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你自己不知道对不对？还是那个，还是你要他真的音乐的感觉一下，真的。小心小心啊！来来，因为摇滚歌手唱的不一样。好，来来 ，solo 你要放低一点，再腿这边，对，来弹了。That's the way you do it. That's the way you do it. Get your money in for nothing and it's for free. Money in for nothing. 掌声鼓励！哦，这感觉对了，这三位表现都不错，对不对？给他们再次掌声鼓励鼓励。好了，谢谢这三位啊，吉他拿下去啊，林女士啊。哇，这个感觉真的是有热到了，对不对？那因为刚刚我们要强调，就是摇滚除了一些动作之外，但 vocal 还是最让人家有那个灵魂的、啊，感受到灵魂的、啊，鸡皮疙瘩。他们要传达的讯息就在那个音乐里面了、啊。嗯，今天是不是帮我们好好上一个课？好啊，摇滚歌手都是这样子开嗓的。每天觉得嗓子不够开的时候就。隔山打牛啊，他叫这边你抖这边，这样哈哈个20下就会觉得喉咙痛痛的，痛了就有效了。那连哈5下看看那个威力。哈哈哈哈，那试试看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害羞吗？这是害羞吗？脸红，这样可以吗？因为其实为什么我这样教呢？因为很多人教啊，肚子要用力怎么用，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用力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哈下去以后，你全身都在用力，你再来慢慢修正。哦，这是 rocker 的方法。有人说喉咙不对，管他，管他，管他，我这样唱，我这样唱你，摇滚精神、啊。我唱那么多年没事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换你哈2下，哎，哈5下。Yeah！哎，那这样是对的方式吗？当然不对啊。但是你每天这样子操它，你的声带那个强度，我以前在练的时候，没有一天喉咙是好的。啊，对啊，这个是以毒攻毒啊。中医有一套就是以毒攻毒。你就一直操它，因为你以前可能很多音你觉得很高唱不上去，然后就闪开或者是用假音唱。嗯。可是你从来不去训练那一块。那我教你这样唱的原因是，你可以每天去吼他，去吼他，去吼他。嗯，那也许到的那个声音是很难听的，哎、可是久了以后，他渐渐可以受得了那个声音的力度，你就会比较轻松。哎，所以你是每天，比如说要到录音室之前，或者要练团练，会20下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不用了，现在不用。对，那你是建议一些小朋友啊，要开嗓用这一招不错。对，因为您年轻，然后嗓子新的，喉咙是新的。哪有怕操的这种大人？就操这下麻烦，我们这集播出，就看钱柜好了，你在走来的，里面都在听着的哈了没有？走
走廊，因为还没有到包厢，一直哈的。这一招是有用了，真的是蛮有用，但是就是喉咙会很痛啊。那还有一件事就是，比如说，常常有人说要喝枇杷膏啊，吃红糖啊之类的，进入念慈庵。对对对，你在唱之前千万不要吃啊，千万不要，因为那些东西是让他休息的。哦，是休息之后才吃那些保养品。对，他已经让他休息了，然后你要拼命还要再操他，你懂我意思吗？膨大海，那个都不要，你就是在事后。事后用的，事后，对对对，尤其是枇杷膏是最好的。你讲事后，所以有点变态的感觉。事后用，真的真的，因为它那个是枇杷膏，你唱完喉咙很痛，然后你就吞一点，慢慢慢慢的吞。你有在保养吗？有啊，休息的时候。有啊。你都用什么保养？麻辣锅。你真的以毒攻毒啊！我不一样，因为我工作的关系，我要唱这些比较暴力的歌曲，所以我会选择跟一般人不一样。那像女生唱比较轻轻柔柔的，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嗓子。但是现在可以操了，没关系。那现在还有办法让他们再操吗？现在就用那一招就可以了。可以啊，入门啊，这个就要学很久了。谢谢这两位同学，谢谢。小公主呢，你也喜欢这种哈的感觉？我已经没救，喜欢什么都好。为什么？但是他已经没救了。啊，没救了，不会啊，喜欢什么都好。来，我，对，你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哈，就在那里就好了。在那里，在那里就好了。哈，哈，哈。绵羊叫啊，这个算。你可以发自内心这样哈出来吗？俩疯的呢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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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啾。高音的部分，大家是不是很想要听他现场唱一下？想不想听？想。听见？的音乐，掌声欢迎我南北京阿信。怎么样？这不是你的歌吗？不管你爱与不爱，都是历史的尘埃。我南迎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吧，走到了百花深处，人说百花的深处。这首歌的影响还蛮大，因为他把一些中国的国粹加进去，那种北京的感觉，好不好听？好听。但是还是要听一下飙高音那种，对不对？真的。好，好不好？什么歌？天堂之恋。天堂之恋吗？有人会唱吗？助教。助教。需要一个女生啊！你说什么？真有人会唱吗？我只会唱副歌。我也只会。你只会，也记得副歌带过来这边。来来，马先生，来。